下面用这个 V mini 刷一下雾尘泥，看看怎么样啊？雾的不好啊，大家见谅。调个角度，打开我的手柄。神兽可以在这里发挥强大的力量，我准备好了。创建队友。能看见吗？睡个觉啊！选这个小蛤蟆，可以无限活力。在不神的记忆中，无法坚持太久，请小心。好，我不看屏幕了，看纸。先打个右下角。打个二图就够了。故障了吗？再去走个小游戏吧，好啊，找个小游戏，给宠物升个级。都不给机会做小游戏。
要走忌日了。完美。这里除了妖气，靠！能不能来个妖的？很高兴呢，一定是因为帮到了冒险家吧。4分41秒，还可以玩。哎，不是用键盘操作的，所以说稍微。这是 GDB 微 mini 猫毛，玩了地下城，结束。